好莱坞电影《与人》出现的大陆真人版，在江苏卫视《最强大脑》节目中，来了一位从小被诊断为是智力发育迟缓的挑战选手。他用惊人的算术能力向大家证明，他是难得一见的数学天才。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？说大家好。想和观众打招呼都有点吃力的，就是有大陆《与人》称号的周伟。拥有高超的脑部运算能力，却无法和一般人一样沟通交往。周伟就像是电影中达斯汀·霍夫曼饰演的羽人一样，长期被社会低估，但他却拥有超乎常人的心算能力。他直接在写了，他不在算的，你看。答案牌一翻起，全场报以热烈掌声。不管是六的十三次方，还是复杂的十六位数字开根号，周伟不需要按计算机，光用眼睛看、脑筋想，就能写出答案。周伟在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诊断为中度智能障碍，也因此埋没了他的才能。这次踏上江苏卫视《最强大脑》的舞台，展示出他不可思议的过人天赋。这盘头。